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今天咱来到商丘随县，尝一尝随县人气最高的东关热羊肉。咱那个羊肉和这个羊肉不一样是吧？不一样，剁子羊肉。剁子羊肉。也是白光。这都是咋卖的呀？七十，每斤七十。每斤七十，要多少往里加是吧？这肉人最少肉哈，因为这肉才9点多，早上的饭点也过了，中午还不到呢。哎呀，这道排队还排到外面能涮。咱一般是这个羊肉卖得快，还是那个羊肉卖得快？这个卖得快，这个是特色是吧？这个是俺的吗？要了两个烧饼夹肉，这一个是10块钱，然后配了这个汤是免费的，一个是剁子羊肉。他这个羊肉非常非常烂，口感就是咸香的，非常有味儿。来尝一尝他们店这个特色的这个，可能是清炖的羊肉。看这个吧，这个因为它里边是肥瘦相间的，都炖的特别烂。看里边是多少？像恁这光买这羊肉，这一天能买多少斤？反正140斤。哦，剩了140斤。一般一只羊就是30多斤嘛。二三十，那一天都是5只羊啊，是吧？他家这个羊肉汤也特别的鲜，因为啥呀？真材实料熬出来的，全部都是羊来挑，100多斤肉搁里头煮了，那汤肯定鲜。来，他现在不管他干啥用。